大家好，我是机械阿康，然后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厂生产的液压榨油机。可能前面的视频呢也有介绍过，但是没有这么详细。像那边呢都是我们的半成品，然后就是放在有个立柱，两个大立柱。然后像这里呢，这边是生产车间，成品，然后成品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机型啊高度给降低了，以前可能就跟我这个高度一样，现在呢完全降低了。它这个液压榨油机是怎么操作的呢？它是属于啊火塞从下往上顶，上面呢正好有一个上顶盖挡住它，然后呢料呢挤压，从这个火塞从底下往上走不动的时候，它会有个挤压，料呢就从这里挤压到这里面，然后油从这油线里面出来。我给大家操作一下啊，这是上顶盖，可以打开。哎，推开之后呢，这是料斗啊，准备好的原料，你比如说芝麻呀，还有这个核桃仁啊，还有或者是山茶籽啊，都可以放进去。放进去完之后，把上顶盖合住，然后打开开关。这呢有一个操纵杆，往上往下的操纵杆。打开开关之后，操纵杆推上去，火塞往上顶，油呢自动就会流下来了。今天呢介绍一下液压榨油机的这个操作，到过两天去客户那边再补录一个正在压油的这个视频，让大家看得更真切一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机械阿刚。